手机游戏传说对决，那么昨天在泰国曼谷举行冠军赛，那么台湾的电竞战队 BMG 历经了激烈的比赛之后，最终是以4-1击败了泰国队伍，勇夺世界冠军。那么成员们高举奖杯，一同庆祝夺冠的喜悦。好，这一路走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啊。台湾队伍 BMG 成军只有一年，如今拿下了世界冠军，这也是台湾队伍暌违4年再度在传说对决拿下了世界冠军。